没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有什么事啊？公主，你实在是疑心病太重了，我只是想介绍位姐妹给你认识而已。嗯，龙儿。敌人，原来你喜欢吃调调，你以后不要碰我。什么嘛，她是个女的，以后呢你们就是姐妹了，要开开心心的啊。你美呀，做你个大头梦，她是哪颗酸哪颗酸，跟我抢老公一人一半，没了没有？当然不可能一个人一半啦，你只不过占了四分之一，双儿。我早就料到你跟他们有一腿了。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是个平常的事，我现在再不算也不过是有三妻一妾，已经太丢人了。放个瓜屁呀、啊！他们两个弱智的想跟我平起平坐，不行，绝对不可能平起平坐。他们三个是妻，而你是妾，他们坐的时候而你就站，我们睡觉的时候你就负责帮我们盖被子。盖枕头啊！不是早有协议不能打脸的吗？盖枕头啊！做妾的动手打老爷，太不成体统了。大双妹，小双妹。教训教训他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胆敢以下犯上？好啊，打呀！这个是韦家的骨肉，打！拜托，快点打！韦家的骨肉当然不能打的了，不过呢，你们可以不打他的肚子，钻开他的胸部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公主，不用怕，有我忠肝义胆的多隆在此。他们欺负我。嗯，多隆，我这掌叫神龙分尸掌，中招之后尸体会四分五裂而死。你喜欢的话就站着别动，我数三下，打他。嗯，一，啊！哇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轻功啊？那你还做不做妾啊？做妾行不行啊？好，以后你就叫我大姐姐。他们是二姐姐跟三姐姐，我替你取个名字叫袋子，希望你帮相公带个儿子来。袋子好难听哦。那叫你乌鱼子好了。乌鱼子，乌鱼子还好听一点。